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62年，462年第二行。第二行，从三明风之妙处，从这看起啊。得风出体，自然安乐和谐，调心摄意，故曰安和调适。其乐譬如比丘得灭尽定，灭尽定又名灭尽三昧，乃灭尽六识心心心所知禅定，不还故以上之神者若于此定，此一第30愿，若如漏尽愿所示。上面这一段经文，世尊为我们介绍啊，极乐世界依报环境的美好。首先说明耳的妙音，接着又告诉我们鼻的妙香，身的妙触啊，这一段是讲身的妙触。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不是染污六尘，而是得自信之妙。不能叫六尘了，明心见性了。自信的妙的，那么这是第三段。风的妙处，这是身体所接触的，得风触体，风上加这个得字，就是圆明具德啊，一切法无不是具自性圆满的功德。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自然安乐和谐，不是阿弥陀佛设计的，也没有人工在那个地方服务，完全是自然。前面我们能体会到的这一种性德自然的流露，它的因是本具的自性本来就有的，没有生灭的现象，只有影现不同。
啊，有缘它就现，没有缘呢它就隐。啊，极乐世界这个缘从哪里来的呢？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生。啊，弥陀在因地当中啊，愿行功德的成就，这是愿。引发自性本具的德相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佛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可见的，我们人人都有啊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那个世界是弥陀愿行功德所成就的。啊，我们前面学过往生论里头所说的29种成就，里面17种啊，依报成就。啊，8种啊，正报成就。调心示意，总的来说，极乐世界自信的妙德能帮助我们消业障，啊，在十报庄严图里面能帮助化身菩萨消除无始无明的习气，啊，在我们凡夫身上呢，它能帮助我们消业障，啊，帮助我们消除烦恼习气，启发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，这种功能自然。啊，只要你切入这个境界，它自然现前。啊，所以修行真的是很重要啊！啊，修行这两个字，概念一定要清楚。行是行为，起心动念是意的行为。言语口的行为，造作身的行为，身口意三业。行为有了错误，有了过失，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啊，这个名词不能把意思错毁了。啊，如果我们认为念经是修行，拜佛是修行，坐禅是修行，这个话是不是真的？不能说是真的，也不能说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如果你做这些动作，心行没有转过来，那就是假的。心行能够转过来，那就是真的。啊，标准是佛在经典上所说的这些道理方法。啊，包括境界。啊，如果经上讲的
啊，与经上讲的理论相应，方法相应，境界相应，真修行人。啊，如果完全都不相应，表面上样子做得再好看，假修行人，他不是真的。啊，古德所谓呀，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啊，精从，这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如果一天十万声佛号，很精进呐、啊。可是还是胡思乱想，还是贪嗔痴慢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一丝毫功德都没有。不但功德没有，福德也没有。啊，这就叫冤枉啊！啊，是学佛了。不能不明理，理要不明，你怎么个修法？啊，你不读不熟读经典，你不明理，你不知道标准在什么地方。啊，往往自以为是，自以为修行，自以为功夫不错。到最后啊，都不能往生，还在搞轮回。啊，那个时候就怪佛菩萨了。哎，我照你这样做了，为什么不灵啊？啊，说佛菩萨的话不灵，谤佛、谤法、谤僧。那这个罪上加罪，你就堕无间地狱了。啊，毁谤三宝是无间地狱的果报。其乐是说信德。啊，在六根上真的帮助你破迷开悟，哎呀，破迷开悟就离苦得乐了。这个乐就像比丘得灭尽定。灭尽定是什么呢？啊，又名灭尽三昧，就是见思烦恼。啊，见思烦恼都灭尽了，都断掉了。三界八十八品见惑，八十一品思惑，通通断干净了。这就叫阿罗汉。啊，在小乘呢，你就证四果罗汉了。那么这里说不还国以上之甚者，不还国是三国阿那含，啊，阿那含上面那一层入于此定，啊，他得到这个定了，啊，灭尽定。啊，他把贪嗔痴慢疑灭掉了，没有了。这是思惑，悟见就是见惑，悟见开出来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。啊，在经论上通常称为十识。啊，这是世尊为教学方便起见，
啊，八十一、八十八、八十一品见惑啊，思惑，八十八品见惑，见惑断尽，就证虚脱凡苦啊，也就证得了微不退。啊，贪嗔痴慢疑分配在三界九地，每一地九品，九九八十一品，通通断尽了，六道的缘没有了，你就超越六道了。啊，六道从哪里来的？见思烦恼变现出来。所以见思惑断尽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六道没有，现在你面前的是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。啊，这个四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。六道是染土、秽土、染污的，啊，四圣是净土。四圣法界里面，善恶都没有。这清净啊，《无量寿经》经题上清净平等觉。就这个清净他真的得到了啊，阿罗汉得到的是清净在无上正等正觉里面他就成正觉啊，清净就成正觉啊，向上提升那是正等正觉，那是菩萨啊，清净向上提升是平等，平等是菩萨，清净是阿罗汉辟支佛啊，觉是佛，法身大士在成就啊，无始无明断了，后面这一句为我们交代出啊，极乐世界这种殊胜庄严之由来，是弥陀四十八愿第三十愿啊，落入漏净愿这个愿的成就。可见的四十八愿，愿愿不落空啊，愿愿都兑现了啊。下文这是讲底下一段，下文风吹花聚二贤妙色，这是言德妙色啊。你看前面我们记得啊，第一段讲的是耳，耳得妙音；第二段讲鼻，鼻得妙香；第三段讲的是风，啊，风吹着这个身体，啊，得妙处，啊，接着底下了眼得妙色，六根接触外头境界。没有不妙啊，啊，不像我们现在六根接六，外面境界都染污，都起烦恼，啊，都起七情五欲，啊，七情五欲是染污啊，是迷而不觉。极乐世界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
都能帮助你觉而不迷。所以你离苦得乐了。风吹花聚而现妙色，飞花如雨，故称花雨。雨是从上面落下来，啊，底下这一段名花雨功德。请看经文：佛吹七宝灵树，飘花成聚，种种色光遍满佛土。这个佛土就是极乐世界，随时次第而不杂乱，柔软光净光洁，如兜罗蜜。花落在地上，就像地毯一样，啊，就像编织的地毯一样，它花不散乱，啊，颜色花聚，排成图案，啊，排成图案，整整齐齐，这是功德了。啊，如果这个花从空中落下来的时候很凌乱，那就不好看了。啊，拍成的非常美观的图案，对，不杂乱，柔软光洁，如兜罗蜜。兜罗蜜后面有解释：坐立于其上，啊，如兜罗蜜。莫伸四肢，啊，它有弹性，啊，脚踩在上面，它下陷四肢，随足举矣，环浮如初，弹性非常好，我们脚提起来，它恢复正常了。故摄时后，其花自没。大地清净，更与兴化，随其时界，环浮周边，于情无意，于事六凡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昏暗，一片光明。啊，实在讲，他们没有时间观念。这都是随顺娑婆世界众生的习气来说的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有时间观念。啊，现在到底是上午是下午，是几点钟？极乐世界他又不要吃饭，他又不要睡觉。啊，所以实在讲呢，他们没有时间观念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这些说法通通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。啊，娑婆世界要问呢，啊，西方世界三餐饭怎么吃的？啊，晚上怎么休息？啊，所以住者这些东西都很关心啊，啊，全部都给你介绍了。啊，有没有呢？不能说没有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有这个念头，它就有的现象。啊，这些现象肯定跟经上讲的是一样的。佛没有说错。如果你在极乐世界得清净心，心地清净，
平等，没有一个念头升起，这些现象就都没有了。于是乎我们就很清楚地能够体会到凡身同居土，下三辈往生的，他们有这个现象，肯定有。请看注解：彼国得风，有诸妙用。这个诸是多啊，很多种的妙用啊。守约，开端给我们讲，吹无吹音，言说妙法，这前面说的。风吹花草树木，花草树木都是众宝所成。风一吹，这个树叶跟树叶相撞的时候，就像风铃一样。草也是如此。风吹草动，碰撞的音声美妙极了。就像在做交响乐，不但有音乐的音声呢，他还说法，说四谛，说十二因缘，说六度，说三学，什么法都说，你想听什么，你就能听到什么。西方世界想看什么你都能够看到，十方世界就像我们现在电视传真一样，比电视比真，我们电视是平面的，它是立体的，显示的画面呢，西方极乐世界人能进入其中，我们现在电视做不到，屏幕打开我们进不去那么由此可知，他们科技比我们高明跟他相比差太远。四愿随风散香啊，闻者清净，这都靠风啊。三月得风出神，落同灭尽这边第四段，随风送花，遍满国土，你看这个风渺啊，渺不可言啊。风吹宝树，一花光色自然汇聚，青黄赤白遍满其国。这个五句我们用一句话来说，风吹着花，花落在地面上，自自然然编成了地毯非常美妙的花毯。遍满其国，西方极乐世界地面的庄严呢古经云飘花成聚，种种色光，遍满佛土，随色次第
而不杂乱。这经文上说的，让这个世界都没有，又无一月，吹七宝树啊，做五音声。啊，五音声是我们中国，中国古音呢，是五个是主音，宫商角徵羽。啊，现在的音乐基本是七个音，中国也有，有变宫变商，啊，加起来加五个音也是七个音。这一句话就是今天所讲的交响乐，啊，即不同的这些乐器。啊，在一起演奏，以七宝树化了，习复其各种，借三佛偈诸菩萨阿罗汉上。这是自然的，没有人在操作。啊，风吹树花，这个花会飘到佛的头顶、菩萨头顶、阿罗汉的头顶，但是落下来之后就不见了。啊，不会染污你的身体，啊，染污你的衣服，不会，落下来就不见了。树化了，阴风从空散扬，供养甚重，如天玉华，遍布佛地。啊，往生论为宝华布地，有二树身。啊，两种树身，一为妙色树身。飘花有序，它有秩序，它不乱。异色成聚，青黄赤白皆随其类。啊，白色的跟白色的聚在一起，黄色跟黄色聚在一起，它不乱，自然排成图案。啊，故曰次随色次第而不杂乱，宝华布地如图似锦，好比图案，好比织锦。啊，中国古代丝绸的工艺就非常发达。啊，对外贸易的是大量出口。啊，西方人都非常欢喜，啊，喜欢中国的丝绸。啊，丝绸是人工设计、人工操作织成的。啊，极乐世界的雨花，没人操作，没人设计，啊，自然成就。比人工设计的还要美。啊，那么这些地方都叫我们想到自信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是自信的心得。是弥陀的愿力成就。啊，弥陀愿力是缘，自性功德是因。啊，因缘相应，果报就现前。这些境界，通通是果啊。
啊，在极乐世界感得的果报啊。啊，种种色光遍满佛土，是为妙色也。再看第二，二者妙处殊胜，经云柔软光洁。啊，光前面讲的色光无量，洁是讲花质洁净，柔软是指妙处。啊，你去接触它，它柔软。啊，兜罗明，这个明跟棉花的棉是相同啊，同名。梵语，道玄律师曰：“草木花絮也。”啊，这里举了一个例子：蒲台花、柳花啊、柳絮。白杨花、白蝶花等絮是也，印度有，是一种植物啊，像中国棉花一样干净柔软啊，取细软之意啊，履者涛也。啊，我们足踩在底下。啊，它软，它就下沉。啊，莫使下沉。啊，足涛花上啊，其粗柔软。啊，就像踩到兜罗明一样。足如花中，下身四指。啊，你看有这么软。啊，踩下去的线四个指四指头。举足出花呢，花皆平整如初，它的弹性非常之好。啊，古曰随足举矣，还复如初。下面说六番语话，一节阿弥陀经，昼夜六时，于天曼陀罗花之意。啊，弥陀经上也有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也有六时。这是古印度，古印度把一天昼夜分为六时，昼三时，夜三时。啊，那我们中国古时候把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，啊，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。啊，用这个来标示啊，十二个时辰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世界上通行的是把昼夜分为24时，我们叫它小时，它比中国的时候小。啊，中国一个时辰。是现在的两个小时，这称它做小时。印度时辰比我们大，啊，我们中国两个时辰是印度的一时。印度昼夜只分六时，啊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。时间方法不一样啊，
啊，现在交通便捷，知道有时差。啊，古时候没听说过时差这个名词。啊，只有在天文学里头有讲到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没有感觉到有时差。啊，现在有时差。六时晨朝，这早晨，日中日暮啊，戒经里面称为晨朝是初日，初日时啊，日初、日中、日暮三时。夜晚呢，初夜、中夜、后夜。啊，也白天也称为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。啊，有这种说法的。晚上初夜分、中夜分、后夜分。世尊当年在世，晚上休息只是中夜啊，中夜是什么时候呢？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印度一个小时是四小时啊，休息的时间一天是一时，就四个小时。晚上十点钟休息，两点钟就起来了啊，中夜是休息的时候。中日白天是进食的时候啊，中日分吃饭是在中日，日中一时啊，晨朝雨花过世时候，其花自没，大地清净，更于兴华啊，那这个花它有时间的，每一个时花落一次，到第二个时辰的时候，落的花完全没有了，大地干干净净，又落兴华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西方世界好像是这个花落下来的时候六次，就好像我们这一天六个时辰啊，昼三时夜三时，就看雨花的这个次数啊。啊，实际上除这个之外看不到有时辰啊，它不需要日月，一报正报，借方光明啊，西方世界没有阴暗啊，光明世界，他那边人不要饮食，又不需要睡眠，文法就能吸取能量啊，不需要从饮食当中啊摄取。从佛说法的音声，见到佛的光明，他就摄取能量了。
啊，法喜充满，从禅定当中摄取能量。它的方法很多，不需要饮食啊，摄取能量不费事啊，行住坐卧都在摄取。能量来自自信，是信德了，真的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不生不灭。这才真正叫得大自在啊。事实正是知识，即日中之午时。我们中国人讲午时，上午11点到下午1点，这2个小时。事实在什么时候呢？在日中，在中午。中午之后就不吃了。所以比丘吃饭在什么时候？在11点。大概到11点半。不会超过日中。日中决定不再进食。戒经里头有规定的，用意在哪里呢？帮助这些凡夫放下了贪心啊，放下欲望。摄取饮食适可而止，不起贪念，这对初学的，对老修的，不起分别，不起执着。一切都随意也。这个地方引的沙弥世界宜则尽曰：若受斋食时，不得过中午。斋，现在人都把这个字用错了，认为吃素叫斋，不是的。斋是过午不食，与吃荤吃素不相干，与这个不相干，过午不食叫斋，所以素食不能称为斋，所以现在人家斋菜馆的素食馆，用斋这个字不妥当。是表晨朝所散之花，当日过中呢，在于地上自然化去，自然就没有了，大地清净如初，地上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干干净净。于是空中又有话落下来了。如是随此60，花将花化，循环往复，故曰随其时节。
环浮周遍，啊，环浮循环反复，周遍是遍满其苦，于情无意，如是六凡。六凡就是六次，弥陀经上说六十欲化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需要饮食，饮食维持我们的生命，但是饮食也会严重的损害我们的生命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。佛法说六道众生只有苦没有乐，苦是真的，乐是假的啊。佛法里面讲真假，它有个标准，会变的是假的，不变是真的啊。譬如饮食非常合你的口味，你非常爱好啊，你吃的时候很快乐啊，这是乐。吃一碗很快乐，吃两碗也很快乐，要连续叫你吃二十碗三十碗，你就要求饶命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变成苦了，乐会变成苦啊，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苦不会变成乐啊。你不是该饿，饿一餐很苦，饿两餐更苦，饿三餐就苦不堪言了，不会变成乐 啊。打你一鞭子很苦很痛，打两鞭更痛，打上一百鞭的时候不会打成快乐出来啊。你说这个乐啊，你看有人唱歌跳舞乐啊，你叫他连续唱个一天，他一定跪在地下求你饶命啊。你现在跳舞，你现在跳个七天七夜就完了，乐会变成苦，苦不会变成乐。啊，那么佛告诉我们，六道凡夫是苦暂停，他就以为是乐。譬如饮食，你一天要吃三餐，少一餐就感觉到苦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像六十余花一样，到时候你就服药啊。啊，饮食什么是药啊？治你那个饿的苦，饿病。你看生下来就得这个病，到死都没办法治好佛的心细看得很清楚，我们粗心大意没有感觉到啊。佛给我们说穿了，我们想想的确合理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
啊，佛给我们讲六道众生的苦有三类，有苦苦，有坏苦，有辛苦。三种苦，下面这是名词，上面是动词。啊，苦苦，哪些苦呢？生老病死苦啊，求不得苦啊，爱别离苦啊，怨憎会苦啊，啊，五阴之甚苦。五阴之甚，一般人不知道，可是你一说，他马上知道了，他有。啊，什么东西呢？最明显的，妄念，想停停不下来啊。我很想念佛了。怎么念几句杂念就来了，怎么去也去不掉，这是五阴之甚苦。五阴是受想行识啊，色受想行识，物质精神，苦不堪言。为什么会这么苦？你不知道它是假的，你以为它是真的。你要有观世音菩萨那个本事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之身就没有了，五蕴之身也没有了，给注射苦苦就没有了啊！因为它是苦苦的根啊，生老病死的根啊，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的根，你把那个根拔掉了，苦就没有了。